次、7つ目。死んだ後に周りの人にどんな人だったと言われたい？死んだ後に周りの人にどんな人だったと言われたい？はい、素晴らしい。せーの、いいね。死了以后想要被周围的人说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想过吗？这个跟这个有关系。七つの習慣っていう本があります。世界上所有的成功人士共同的七种习惯。中国語にも翻訳されてます。也有中文的翻译本。与成功有约。那里面介绍一共有七个习惯。那第一个习惯，自業自得。这个是成功的人的第一个习惯。二つ目がゴール、終わりを思い描く。ゴール、終わりを思い描く。Begin with end in mind。英語わかりますか？ゴール、終わりを思い描く。思い描く、描绘。一般是这样理解，但是这边是很棒的地方，不是这样。終わり就是终点 ，goal 终点，最终。先想终点，最后再开始。那一般听到这个 goal 终点，会想到刚才慧心想说的成功吧。如果现在在上班的、在工作的人认为 goal 终点就是啊成功吧，啊先描绘我成功的样子再开始工作。那如果现在付き合う，跟男朋友或是女朋友付き合う，交往，对交往的人来说 goal 是结婚，有可能是这样，付き合う交往。スポーツ、運動、对在運動的選手来说，他的ゴール是得奖、得冠军，就是描绘、想象啊、哦、得冠军、得奖的样子，在练习。一般听到ゴール会想到这些吧，但是这个作者想要讲的不是ね。このゴールは何ですか？汉字两个字，漢字二文字。这个应该大家平常忘记的事情。葬式，葬式，葬式は何ですか？葬礼。ゴールは葬式。每个人都会死吧？啊，这个意思。他这里讲的ゴール是葬式、葬礼。最近有参加葬礼吗？その時どんな気持ちでしたか？びっくり。びっくり。変なそうね。那这个作者的名字叫コビ。コビ老师说，要去安静的地方，认真的想这件事，葬式，那闭着眼睛想象这个葬。那我们去参加葬礼的话，有。参列者，有参加葬礼的人的，看到那些人，啊，他也来了，啊，他也来哦，啊，公司的那个老板也来了，啊，那个我的朋友也来了，哎，请大家想想看看。然后呢，有棺，棺があります。棺は何ですか？棺材，那棺材打开，里面是あなたです。里面的人是你，所以想象棺材里面的人是我。然后大家会开始念弔辞，弔辞は何ですか？悼念词，一般悼念
次是谁念、朋友代表念公司代表念家人代表念这样子吗例えば、まあ、家族とか会社の同僚とか友達念長寿的时候なんて言われたら嬉しい他们说什么样的内容你会高兴呢啊你开的车子很高级呀、啊、你买的房子真的很棒啊啊你穿的西装很漂亮啊那他们念的这个悼念词是这样的内容的话高兴吗不高兴呢那你希望大家讲什么内容呢例えばあなたがいたから私は頑張れたとか因为有你所以我才可以这么的努力あなたの一言で私は生きようって思った因为你的一句话所以决定我要努力的活下去とかそう言われたいですよね言われたら嬉しいですよねあなたに会えてよかったありがとう言われたいですよね練習に、まあ、言いたい有你真好在安静的地方认真的想象、ね、ゴール我的葬儀的时候希望被大家说什么内容呢这就是本当の成功本当の成功はお金ですか家を買うことですか車ですか違いますよね本当の成功は这个悼念词ね希望讲什么样的悼念词我会高兴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吧、まあ、这个作者是这么说そして行動の原則就是决定我行动的原则就是刚才讲的优先顺序判断的标基准然后呢把这个行动的原则中心にする就是做过这样的过程呢步骤那知道了我的行动的原则我最重视的事情想法那这个放在中心每个人都有生活的中心吧那有的人是、配偶者配偶者配偶配偶者中心有的人是家族中心有的人是仕事中心有的人是金中心有的人是所有物中心有的人是敵中心有的人是娯楽中心皆さんは何が中心ですか例えば仕事とかお金中心の人は何を考えますか稼ぐ努力工作中心钱中心的人所想的事情是如何赚更多的钱往这个方向努力吧如果没钱的话哇马上变成不安那每天想的事情都是钱钱钱钱会变成这样子的生活吧じゃあ配偶者家族中心呢这个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个作者说不能以这个为中心如果以这个为中心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太太一直想先生的心情機嫌損ねる啊我这么做的话先生機嫌損ねる だから心情不好是变成为了、讨好先生的心情做一切的事情这样的人生幸福吗啊很怕被先生舍弃
啊，如果万一他不在的话，我怎么办啊？会这样子，以孩子为中心，孩子是我的全部，这样的父母亲会怎么样？如果小时候很听话呢的话，还可以感到幸福，但是长大之后不听话，这个极力之离开自己，或是甚至做坏事了，这样的话，他的幸福一下子崩溃，所以该讲的话都不敢讲，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作者说，不是以这个为中心，而是要以这个原则为中心，以自己的原则为中心去想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以你的行动的原则为中心的话，注意できる，需要的话可以骂对方，提醒对方，你这样不对哦，或是断れる。虽然这个工作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不符合我的行动的原则，断る，拒绝。所以以这个原则为中心的话，可以提醒，可以骂对方，也可以拒绝对我来说不需要的、不重要的这样的事情。所以ゴールを思い描く，想象 goal 呢，站立就是刚才讲的，希望大家说什么样的悼念词，先想这个的话，就知道我的行动的原则。这样的话，今が見えてくる，先知道这个我的目的，最重要的事情。那为了这个需要多少钱？我需要做多少的工作？这个东西需要吗？不需要吗？跟家人、跟朋友要保持多少的距离？现在的行动就可以决定，是这个意思。敌中心就是怨恨、憎恨，一直想报仇的事情，想报复。有的人是这样的生活吧，如果可以让他下地狱的话，我死掉也可以，那一种人。还有娱乐中心啊，现在快乐就好，今天有酒今天醉呢。但这个不是全部呢，这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是一部分。所以以这个为中心去想这样的事情，先弄清楚你的人生的目的，再开始。難しいですね。難しいけど、とても大切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またこういう内容を勉強するチャンスがあまりないですよね。だからと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